好想好想回外婆家。新一民文化幼儿系列教材组绘本系列一，印尼，第一页地理位置，第二页当地传统美食，有绿色米苔木及沙爹，第三页传统服饰，第四页传统节庆，赛牛祭，马都拉岛人最喜欢的观赏性游戏，温和又不失刺激的竞赛，出名于八九月进行预赛，获得冠军的赛牛于九月下旬一决胜负。第五页传统节庆，抓鱼祭，当地民间传说形成抓鱼节，人民出海捕捞有红、黄、白、绿颜色的公主鱼，并以获捕情形来占卜预测收成。第六页最后一页给幼儿贴上母国照片，增进幼儿对母国的认同感。绘本系列二，中国，第一页地理位置，第二页当地传统美食，有小笼包、月饼、粽子及汤圆，第三页传统服饰，第四页传统节庆，过年，农历一月一号过新年，家人们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，放鞭炮，贴春联。第五页传统节庆，端午节，农历五月五号过端午，起源于民间故事，举行龙舟竞赛。第六页最后一页给幼儿贴上母国照片，增进幼儿对母国的认同感。绘本系列三，泰国，第一页地理位置，第二页当地传统美食，有凉拌青木瓜及香蕉煎饼，第三页传统服饰，第四页传统节庆，泼水节，泰国新年，泼水象征去除旧的一年的坏运气。第五页传统节庆，象灾节，每月三月十三日办理大象表演活动，包括大象球赛、人象拔河、大象竞跑等活动。第六页最后一页给幼儿贴上母国照片，增进幼儿对母国的认同感。绘本系列四，越南，第一页地理位置，第二页当地传统美食，有春卷及鸭仔蛋，第三页传统服饰，第四页传统节庆。盂兰节是子女为表达对母亲的感谢及爱意，献上玫瑰花的节日。第五页传统节庆，双十节，举行祭典仪式，纪念祖宗，有慎终追远的概念。第六页最后一页给幼儿贴上母国照片，增进幼儿对母国的认同感。二，衍生教具。一，服饰转转乐，利用相同颜色的对应，找出各国传统服饰。二，食物上桌喽，幼儿用手旋转转盘，借由颜色对应，找出新移民国家传统食物。三，建筑放手玩，找出关联的建筑图案，并找出正确的位置，便完成建筑立体拼图。四，快乐过节庆，使用后方旋转轴，可以旋转出不同节庆背景，利用不同背景扮演新移民国家传统明星。五，钱币乐翻天，以蓝色板上的钱币为范本，利用红色图卡找出相同对应钱币。六，翻转国旗，找出相关联的国旗图案，并找出图案正确的位置，便完成国旗立体拼图。七，花儿回家去，以接吻牌的方式操作，对应出正确的位置。八，一起旅游去，以迷宫的提示晃动盒子，使小胶囊翻滚到新移民国家的国旗。九，舞台变变变，泰国象灾节，有大象踢足球教具，利用竹筷转动将足球踢进洞。越南盂兰节插花教具，印尼抓鱼节钓鱼教具，中国新年贴春联教具以及舞狮棒偶。教师手册，本组制作四本与绘本相关的教师手册，帮助教学者使用新移民文化幼儿系列教材组。活动学习单，以四本绘本为发想，制作出相关学习单，增进幼儿对新移民文化的认识。